Hello， 大家好，我是向好基，负责洛杉矶的顾问老师。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进行 Olive 公寓的 VR 开放讲解。本公寓位于洛杉矶的核心地段，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南加大。衔接时尚的公共区域设计也非常符合现在年轻学生和年轻白领的要求。游泳、健身设施也是一应俱全。这是我们本期看到了一室一厅的户型。进入公寓内部，厨房和客厅区域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空间，视野非常的开阔。如此宽敞的空间可以供您多种摆放家具的需求，将空间调整为不同的工作模式。配备完善的厨电系统和非常多的储物空间，变成了一个完善的功能齐备的厨房空间。客厅纵深很长，可以供您分隔不同的功能区。带有阳台的设计，保证了您房间的通风。客厅区域不管是您摆放电视还是学习区域，都是绰绰有余。一体式的洗衣烘干机方便了您日常的清洁和管理。现在我们走进的是我们的卫浴区域。卫浴区域也是设施齐全，空间合理。现在我们进入的是卧室区域，卧室区域在边角都有采光的设计，您房间的采光会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卧室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足够您摆下您所有的卧室家具。这就是我们本期 VR 探访的全部内容了。